缺不缺德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会有报应的。老娘敢去大公司签合同，不然老娘骂死你。来，起来，这个钱你拿去买东西吃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浩总，我们的合同，原来您是浩总啊。正所谓不打不相识，刚刚那是误会，咱们的项目合同还得签，是不是？误会啊，对，误会，合同还是得签。哎，咱们浩总啊，就是大气。签这个。嗯。什么解约合同？就为了刚才那点小事儿，你至于吗你？幸亏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了，就因为那些小事情，才让我看清楚了冰总的人品啊，好让我及时止损。你可想好了，这可是双赢的大项目。什么大项目小项目，在我眼里只不过是小生意而已，不是签不签的问题，是你不配。提醒你一句，善恶终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